Strong 就是美式肌肉车在公路上跑跑跑的一款游戏。哈，你说听不懂？你有没有听过《速度与激情》啊？啊，速度！老板，我要速度一份，不加辣，不要切，谢谢。好好吃哦，我最喜欢速度了。今天要和各位玩家介绍一款才刚上架不久的新游戏 Muscle Run， 这是个以美式肌肉车为主题的游戏。本作强调改造车体的重要性，光是会操作可是不够的，每种改造素材都能让玩家们在场上有更好的表现，每辆车体都可以进行高达45次的改装次数，让玩家制定出自己熟悉的性能风格。制作团队在赛道设计上采用全随机地图的方式呈现，无论你游玩的是哪种模式，每次的赛道都会让玩家们无法预测，而突如其来的车辆也会让玩家们顿时乱了手脚，在成绩上也占了蛮大的运气成分。这款 Muscle Run 也支援 Game Center 的成绩排行榜，赶快去下载游戏，和朋友们在积分上一较高下吧。